朋友们，家人们，今天或许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或是你在基督的大家庭里面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是为你征战的神，他是可以医治你的神。所以好吗，我们就一同，我们用大声的声向你来赞美他。水变为美酒，是盲眼中见光明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像你。你用光驱走黑暗，赐华光代替灰尘。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，他医治我们，他们有权能傲高傲高。你将水变为美酒，是盲眼中见光明，上一切的君王，他医治我们，他们有权能傲高傲高。我神最伟大，我神最刚强，远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，他医治我们，他们有权能傲高傲高。帮助我们的，所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我们呢？若上帝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拦阻我们？若上帝与我同行，谁还能抵挡我？若上帝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拦阻我们？若上帝与我同行，谁还能抵挡我？感谢你，主，每当我们呼喊哈利路亚，这句话就带我们到主你的那一边，带我们到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真是要向你宣告说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当我们在看疫情的时候，在看困难的时候，在看我们病痛的时候，主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，就是我要来到哈利路亚的这一边，来到主你的这一边，因为你是所有答案的源头。主因此我说，我不属于这世界，我在哈利路亚这边，十架在面前，我献上无尽赞美，我活着每一天都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有时看不见你慈爱带我向前，耶稣你在我里面，是我瓦器里的宝贝，是我能面对明天。动力心这世界，我在哈利路亚这边，十架在面前，我献上无尽赞美，我活着每一天都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有时看不见你慈爱带我向前，是我瓦器里的宝贝，是我能面对明天。动力是有多远，我过凡就离我多远，天离地有多高，你的爱就有多少。动力是有多远，动力是有多远，我过凡就离我多远，天离地有多高，你的爱就有多少。Oh,
慈爱今天就在我们当中。我深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哈利路亚这一边，主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主都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今天主，你的大能要释放在我们当中，主，你的医治要释放在我们当中，主，你的解答要显明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你是我们时时刻刻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主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今天真是要领受你的医治，主，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继续来宣告，也时刻你带领我，引进我的风浪，艰难中与我同行，医治我的疾病，我心相信你是医治者，我相信你是我的医治，我相信你是我福分，我相信超过我所求所想，你是医治者，我相信你是我的医治，只要你相信就必得着，我相信你是我福分，我相信谢谢你。
勇敢地跨越出这一步，说主，我需要你，我知道你满有大能，我知道你有医治，我知道你有权柄，主，今天我把主权交托给你，我相信主，我相信你必医治我，你必带领我，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生命，献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来认识你，让我们来相信你，谢谢主，主，今天你有话对我们说，感谢你，主要愿所有的颂赞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的呼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